好，来两场玩完了，现在大家的心情如何？今天很放松，放松了。我上次说应该有人很紧张被刷掉吧？回家吧。我觉得我们觉得原子会是第一选择。怎么会这样说呢？真的很难说，这种对。先生，你觉得是你吗？讲好了，不要客套。你觉得是你吗？因为我撞错了，我应该直接撞他，讨厌。哎呦，他骗我，很相信你耶。我的眼神是一致，因为他每次那个眼神，对，坚定，我是好人，不然就挑眉，我是好人。这时候现在还在演是不是？先生，你是要哭了是不是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，我不会哭。我只是觉得。好，哎，没有。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真的是相信。哎，可是说真的，他刚刚真的都没有机关枪。对，就懒啊，他没有。你有点到，他不就紧张？哎，你点的很准哎。我刚刚还在犹豫说，是张好人牌吗？真的还在被他说服中。然后你就他没有机关枪，怪怪的。你只是想的跟做的不一样而已啦。对，相信直觉，我已经觉得他要撞我。想着七，然后去撞死。我是骑士的时候，你是超紧张。我想说你要撞我。哎，可是刚刚的局面，如果我真的撞他的话，可是大家还是不会觉得他是狼啊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我是猎人啊，有机会。出到我的话，我会开他。可是十号不相信你哎。对啊，所以没办法。对啊，再见。万一是你怎么办呢？万一是我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以后上什么武力全开那些也可以。跳舞的单元也可以。天哪，那还有一个哎，还有一个扣袋。Oh my god！ 我们刚刚已经讲好，我会跟蔡正一起去买东西给大家吃，好不好？是同进退的概念。要勇敢起来，悍跳。他妈跳超烂，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啊！老美就是要这样，对，我们聊得越差越好，后来都觉得我谚语好没收。你们不要再安慰我了，真的啦，你一开始就抿到他是预言家，对啊，而且你执意要睡他，你起来。那你们觉得这两局当中，觉得谁的表现最好？如果要你们互选一个 MVP 的话，天哪，小翔，小翔有想过自己是表现最好的吗？其实没有，因为在我配置恐惧是与神无关，其实他们两个真的在我心目中，我不客套，就这两个最强。我一直都就对他们会有点恐惧。可是我如果拿预言家，我也不会想要猜他们，因为我觉得这种练习就是要听比自己更强的人发言。没有，其实我今天一早起床就很轻松，就觉得今天就是来玩游戏的。今天跟上一次真的状态不一样。那你要把这个话告分享给他们，就是要这样才玩得好很多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练习，我觉得是练习的效果。对，因为练习的够多，就是。很习惯这个板子，就一坐下来就轻松了。对，那所以还是等一下就要面临淘汰的时刻。我们都抱着祝福的心。要不要？你们有什么对呼还是什么之类要加油的吗？没有啊。新年快乐！那我们就等一下看结果了哦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就等一下结果跟我们想不一样，好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，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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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快点！头很晕。